积极创新，追求卓越，是台湾艺术大学现在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。学生应该是充分在影像世代，如何针对艺术开始有所谓卢梭式的启蒙教育，就变得非常重要。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软体的进步让我们在创作上有了更丰富、更强大的创作空间。压迫学生去做思考，然后跳出他的舒适圈。所以其实我们在比如说出作业，或希望同学更积极的做出一些创意的思考、创意的表现的时候，往往我们会定一些方向跟准则标准，让他们遵守往外走，然后这样其实才能发现更多意料之外的东西。未来科技是生活的必需品，其中美学与品味呢是数位内容或科技应用的灵魂。而台湾艺术大学最大的特质在于我们可以创作高品味、高美学的灵魂，这也是我们跟其他学校最大的差异与竞争上的优势。Adobe 的方便的软体其实可以快速让我们做出很棒的草图，如果是牵扯到影像或纯平面的部分，那事实上它对我们来讲帮助其实更大，它可以完完全全帮助同学实践脑中的一个灵感。也希望 Adobe 能够扩展跟艺术大学的合作，能够有更好的工具性的应用，能够让我们的学生积极创新、追求卓越的一个学习环境。